看这退休是这活得很有意思，这样子。退休我还是很支持的，对对呀。快乐快乐上升线。找到工作就赶快去做，休息一下。有工作就做了，没工作就算了。YouTube 他是靠什么来赚钱？我真搞不太懂。一个厂商有人际就有市场，有人看，有人拍片就有人看片，有人看片就有人，厂商就会提供广告，这是一个市场，对不对？不管你在哪个单位，你在媒体、在电视台，你有人看就有收视率，就像收视率一样啊，收视率就有广告进来了。可是我看 YouTube 很少有广告啊。多，现在挺多，你知道，像我们那个 YouTube 一点到一个五十亿的广告。哦，插进来了。广告无所不入，对，实现。钓鱼那条龙路就对了。哦，第300公尺。你是右边左边？龙路下来，右边呢、啊？就几户人家而已啊。锦州的就那一个铁工厂，然后就是我们。哦，铁工厂那里的李炳炎呢？啊，借坡借天啊，上来哦。两年了。加。你看啊，不能叫嘛啊。对。入局啊。对啊，需要你这种的文化拍片。没有啦，像你很。